现在时间是8点整。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快乐聊时事。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李宗霖。咱今仔日节目有一个新的一个朋友哈，伊是阮台湾基进台南东部的组织部副主任哈，建昌，你甲大家拍一下招呼诶。Hello， 大家好哈，我是台南东部组织部副主任梁建昌。建昌，吼、哦，真正是吼、哦，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疫情吼、哦，本来想讲哦，26号吼、哦，要变成26号要来降级解压吼、哦，啊，但是问题是今仔看开，敢那无我想遐尼啊乐观呢，就是讲你甲咱甲各位听众朋友简单讲一下今仔日的疫情呢。哦，今仔日的疫情哦，你的湘北吼、哦、又搁夺到第一二名的冠军啦、啊、吼、哦，台北市因有十一例。啊，新北市嘛有十一例，嘿，双十一就对啦吼。啊，佫再来就是桃园七例加新竹市的部分一例。哦，所以其实今仔日那是甲昨昏比起来，等于是翻倍啦吼。因为昨昏其实拢最近吼拢降加一个十几例吼，结果今仔日个暴增吼，暴增加这个三十几例个对啊。啊，但是吼我是感觉讲吼，虽然是安尼个即个状况啦。但是吼、哦，嘛是希望讲，咱会当看到讲台北、新北因咧争第一名的时阵吼，我嘛是希望讲因会当赶快吼、哦、变作都归零呐、啊。因为你知影讲吼，咱南部人吼，其实咱南部吼、哦，以今仔日来看，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其实啊，即个案例拢无伫台南个地啊，拢无伫南部啊，所以南部即个朋友。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吼，有的人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嘛吼。譬如讲，你之前我其实讲，你嘛有去看讲，大东夜市吼有这个解封啊。大东夜市解封的时阵，其实个对一寡吼咱客家的这个摊贩啊吼，啊是这个小吃吼咧营运的这个朋友吼，有一个一个袂歹，算会当小可讨白一个。是，好、哦、啊！你去大东的时阵，你有看到啥？会当甲听观众朋友大概即个分享者。大东哦，其实因嘛，大家人拢真惊吓，就是讲哦，因一个那无注意、无设立吼，就会去来破坏即个台南嘉陵的即个成绩。我相信大家应该嘛有关心疫情，应该嘛大概知影讲，其实自足早之前刚的足罕得咧来听讲咱南部这边。哦，浊水溪以南啊，吼、哦，有这个疫情的发生。啊，台南今仔呢，其实讲实在的，敢那嘛25天啊，26天，这个时间，这段的时间，拢无有这个确诊的状况。嘿，啊，因遐的这个店家吼、哦，就是大家因拢爱伫因的单位顶管放这个防疫的 QR code。嗯哼。嘿，啊，扫扫因就传登去中央嘛。是。嘿，啊，佮再来就是因拢会提醒遮的。哦，从人客讲，恁大家爱隔一下距离的，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台南物件好食，好食，大家就会想要去来排队嘛。对嘛，嘿，啊，排队的时阵，其实拢有迄个保持一个较安全的这个距离嘛，无讲啊，恁客种大家客少个对啊吼，啊，所以伫安尼状况之下，我是感觉讲吼，其实。你咧做工课，你有工课的时阵，你会有一个寄托，你会有一个寄托。但是你若是无工课吼，譬如讲，你若像我若无工课，伫厝里内底两个月，佫无法度拍拍照，唔是讲啊两个月拢会当去佚佗啊，有诶无诶时阵，其实心内其实是会惊吓诶啦。当然啊。吼，所以伫安尼惊吓即个状况之下，迄心情是。咱会当知影讲非常非常的郁卒啊，所以昨昏，譬如讲我昨昏吼，嘛有去咱的这个武行的这个夜市啊，啊小可看一下吼。台南就是迄个口诀嘛，大大五花大五花啊。武行的夜市啊时阵，我呢一挂就是只朋友伊个甲咱讲吼，伊个讲吼啊，虽然讲即马阿未完全解封啊，因为外带的关系，生意无遐尼啊好，是啊，但是上无
会当出来卖物件，对啊对啊。咱就感觉讲啊，上无伊的这个生活是比过去哦，拢困伫厝里内底，无这个无事行做，诶，这个状况之下，会较快活小块啦。所以我感觉这心理上哦，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点哦。所以伫安尼状况之下，我是希望讲吼。台北甲上北吼，真正会当经归零吼，这对全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吼，这讲到这吼，佮愈讲愈生气吼，因为拢会想到一个人吼，这个人吼，规工拢为着伊的声量啊来放炮啊，伊来放炮的时阵，就是希望讲大家会当佮回应啊去讨论伊。这个人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啦，你感觉台北市长伊今仔日佮讲一个物件，啊，互我感觉足受气的。你感觉这个事件？哦，讲到这个事件吼，就是这个郭文泰吼，伊今仔伫早时啊吼，伊佮走去访访问安尼啦。啊，伫访问的时间内，伊就是来讲到讲，哎、欸，正正毋是北龙迄边啊，佮有一个华南市场的部分，毋是有人传到这个算群聚感染的部分就对啊。啊！大家嘛拢足惊吓，啊！伊嘛伫即个6月26号的时阵吼，伫议会顶员讲，伊会来找即个王必胜，吼、嗯，王必胜来斗三港即个华南市场的感染问题啊，吼！啊，当然大家嘛拢知影讲，哎、欸，安尼中央只要伊收到即个台北市吼来要求了，因就会真应该斗三港。果不其然吼，因伫7月2号。迄、那个陈时中啊，佮王必胜啊，佮有规旁的即个像 CDC 因全部的官员拢搞即个像诶华南市场的部分来做视察，并且吼、哦、他们也讲出了很多诶、欸，就是马上执行的一个项目，包括说诶，刷、欸、来买来伫即个华南市场内面设即个台检站，啊，过来来就是因7月2号当天因就是要求讲。好，爱赶紧来发布这个算疫情警示简讯，就是咱正经所讲的这个细胞简讯嘛。嗯，嘿，啊，搁再来7月2号下午吼，因要求讲爱伫5点正经啦，爱完成这个确诊者的疫调。好，啊，搁再来第4点，7月3号正经爱完成密切接触者的这个隔离，并安排采检。那接下来的5点，也就是会持续框列。风险区域人员并安排定期采检，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检验量能吼持续来扩大。嘿，啊，所以你安尼啊，你感觉讲，哎、欸，其实柯文哲讲啊，伊对王必胜吼非常非常的不满啦吼，也感觉讲王必胜伫这个放浪的这个事件内底吼无虾米贡献呐。啊，每一个动作拢是柯文哲咧执行啦吼。啊，亚东迄边是伊去拜托伊的老师吼朱世勋来救啦吼。啊，伊讲叫全台湾的这人民，还是讲媒体吼去问王必胜对北龙有啥物贡献呐？啊，你感觉王必胜伊做的代志，那是无伊的话吼，有可能是啥物状况？啊，有王必胜吼是啥物状况？我看吼，那是今仔真正讲王必胜无去搞这个现场来搭救这个柯文哲失误的这一种指挥，吼，安尼第一市场、第二市场，就是规个华南市场的疫情吼，恐怕到现在都还在闷烧啦吼。啊，搁再来咧，大家也去看到讲台北市市长吼，因最近咧做快筛的部分，一天可能筛不到1000人。但是王必胜整个指挥中心来进驻到这个华南市场的时阵吼，大家当看到，因两天的时间，伊就完成5000人的这个 PCR 采检的对啦。嘿，啊，搁再来嘞，那无王必胜的话，柯市府伫6月21号下午吼，搁拍算讲要来把这个第一市场的快筛站。设伫个对嘞，设伫个这个800公尺以外的这个。万大国小啊，因经过这长的距离，刚会扩大这个疫情的状况。我想这是明摆的在哪里。我是感觉讲吼，伊这个
800公尺的这个距离吼，其实上重要的问题是啥物货？你隔800公尺是想想要去遐检查啦，这是一个上大的点。刷落来了后是啥物货？王必胜敢那啥物货？佮敢那监督吼，还是一个老师感官，伊去教学生柯文哲咩那做嘛？柯文哲伊他跟我讲着一点啊，伊讲亚东伊是找伊的老师来救，所以表示啥物货？伊家己讲出这句话，表示讲啊，伊其实吼。那是无伊个老师，吼无王必胜遮个人个时阵，伊家己要救吼，个非常非常的困难呐。刷来了后，咱个当看虾米货？人王必胜是有攻击个人呢。迄一开始，大家听众朋友那是会记一个话，咱个当记一个物件，就是讲一开始苗栗个迄个电子厂，吼，迄个敢那是精华是不是？金源的即个电子厂，吼。伊一开始爆发群聚的时阵，全台湾拢非常非常的欢乐，因为无好处理嘛。第一咧，伊是伫科技厂，伊那是互竹科遮个物件停摆的时阵，哇，是啊，咱的护国神山，咱的遮个即个出口的遮个产业，吼，个无法度出口。我甲你讲，台湾的经济个会愈来愈歹，因为现准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咱是内需吼，无法度供给较歹，因为内需诶，即个吼，譬如讲我同我讲的台南的即个小吃吼，亚旗啊吼，咱的内地观光无法度胖嘛，所以咱拢爱靠咱的即个电子厂吼，咱的即个台积电吼，十万青年十万干。积极轮班救台湾吼，就是爱靠咱家电子厂吼来打拼，来出口加一个晶片吼，全世界拢靠咱。所以迄当时啊，是无王必胜入去苗栗的时阵，咱唔知影这疫情的变作虾米款。所以苗栗的前进指挥所差不多经过两三礼拜啊，三礼拜左右的时间，佮撤掉，表示苗栗的疫情已经完全都在王必胜的掌握之中，所以。王必胜伫去即个台北啊、去帮柯文哲处理北农华南市场进行一个新武攻击，表示讲伊是一个方法对啊，而且有法度做代志的人。但是咱来看柯文哲按一开始的万华到现准时，规个台北拢是。伊迄边处理无好势，包括伊个意调不确实啊，吼，伊个即个精准意调变成精准漏调啊，漏调很多东西啊，吼，精准意调变精准的即个漏调啦，吼，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含，所以表示讲吼，伊即个人虾米款，伊即个人规工打想要吼泡这个中央，然后泡中央的别人说啊，你拢吹公共的你要做，拢我咧做，问题是王必胜的策略，那是做唔对的话。讲唔对的话，柯文哲你做会出来吗？那是伊你遐有诶无诶吼，阿萨不如诶物件吼，咧处理即个疫情，处理甲二二六六诶时阵，是安那王必胜个 IDP， 个唔免啦嘛，吼、啊。所以安尼个状况之下，我真正是吼，今仔听到伊咧讲遮个话吼，真正是气噶，因为咱当知影讲，咱诶指挥中心遮五个人，吼，阿甲王必胜遮个人吼，咱遮诶人。吼、哦，即、这个做甲老啊老官啦，吼老会老官啦，吼阿洪嫌甲老烂啦，啊老上侪烂的即、这个人，就是柯文哲，吼、哦、专门咧甲咱的指挥中心，咧甲咱遮辛苦的人咧配嘴烂。是啊，对吧？真正黄足痛苦诶，是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哦，这个人真正非常非常的厉害啦，嗯，系啊，徐耀昌吼、哦，因即个晶圆电子得救之后咧。徐耀昌哥亲自登门吼，搞这个指挥中心迄边来搞这个指挥中心感谢。啊，不过今仔日就会当直接对照到这个柯文哲的这个状况，就是一个咧配暖，一个讲感谢，你也知影讲对，较高做人，什么是正道安尼就对了。是啊，你看安尼清除了后，伊嘛拢无要讲迄落感谢嘛，无要讲讲谢谢。人王必胜吼，他我阁有一篇文章吼，阁出来感谢即个台北一挂协助伊的人啦吼。吼、哦，所以我嘛是感觉讲吼，其实王必胜嘛正好处理，伊有讲吼，伊要谢谢正向积极的即个珊珊啦吼，啊阁有即个北市联谊的曲大成的即个副总院长啦吼，啊许家珍的副总院长，还有其他默默辛勤工作的市府团队，但是你现在名单内底，咱可以看到讲啊，伊无感谢到一个人，迄、那个人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啦。所以吼、哦，你看柯文哲这安尼用到天怒人怨哦，我是足想要吼、哦、
甲遮个即个台北、新北个即个市民吼，全台湾人同道一命。但是有一个人我无多接受，就是柯文哲。嘿，因为我感觉讲吼，咱大家拼命吼，咱即摆敢若一只船呐，头咧漏水啊，就是咱头前台北这边咧漏水。咧漏水个时阵，咱是毋是啊？大家齐心吼，紧甲水舀出来，安尼毋只有法度，吼船呐会咱阁继续驶落去。结果有一个人。吼、哦，你老水不打紧吼，伊、哦、无法度好好甲大家舀水吼，甲、哦、水舀出来，伊个啥配嘴暖落去，啊个配嘴暖伫咱遮个即个咧喝水个遮个人，或者、哦、我完全无法度接受啦。所以其实我感觉今仔日吼，咱个陈时中部长真正是讲了非常的好，伊非常的有风度吼，伊讲吼这个他想要维持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关系啦。那如果是针对吼。个人讲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讲吼，柯文哲对王必胜讲的话啦，有一点啊不厚道啦，啊，大家都互相帮忙。那这个陈时中觉得说，如果地方首长觉得他做得很好，那就做得很好，不要是讲吼，柯文哲你想要甲家己拍几分输在你啦，拜托一个啦吼，那。大家互相斗三工就好啊！你要几分，你个几分我拢互你啦。这个、意思就是讲吼，啊，柯文哲你安那想输在你啦，我要紧做我的代志个啦。所以咱要直接拜托哦，柯文哲卖个讲话啦，认真做代志啦。我看你吼、哦，今仔日是十一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归零？我每天都很期待，好不好？哎呀，除了这个民众党吼，柯文哲可能是一个伫防疫顶管的一个猪队友啦。啊，另外啊，阁有另外一个组队哦，建昌，你感觉是虾米人？哦，当然嘛是伊挂，今天有并列两个人嘛，吼。是。第一个是挂文特，啊，另外一个就是新北嘛，吼。对啊。新北的侯友宜啊，吼。大家拢知影讲新北最近因的就面临好一阵子的这个疫情热区的对啊啦，吼。啊，这个国民党呢，因到底有帮帮这个侯友宜做啥吗？大家刚想的起来。大家如果想不起来，没关系，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啦吼。疫情正热的时候，国民党做了哪些事情呢？五月十号，费鸿泰吼，讲要来就庆祝这个陈时中的对啊啦。结果因煞连这个头去用来打脸，就是讲，到国民党会去甲人庆祝。嘿，啊，搁再来五月二十六号，丁守中吼，伊个发言讲。这个伊之前不是讲要来引进这个中国的疫苗吗？讲要注这个科兴，结果呢，他不但没有哈、哦、成功来引进任何的中国疫苗，也没有飞去中国打疫苗。他打的是哪里的疫苗？台湾，引进的这一个 A Z 疫苗啦。嘿，啊个再来呢，六月八号的时阵哈、哦，国民党伊不是伫各地哈、哦、咧党部来发起这个要疫苗的这个抗疫行动吗？啊，结果因煞登特头吼，去用检举到一个群聚的状况的对啊。嘿，啊，搁再来六月二十三号，因来批评这个高端炒股的代志吼，结果因家己煞去用逼出讲，作者国民党内面的大佬吼，他自己就持有很多张的高端股票。好，搁再来，这个就是七月六号，前一阵啊。A Z 特战队这件代志吼，登上日本的新闻版面。什么是 A Z 特战队呢 ？A Z 特战队就是咧讲遐吼，要一方面来批评着咱台湾引进的这个 A Z 疫苗，讲主流我痛苦啦吼。啊，过来传统讲啊，伊的血栓啊，伊安那一直搞这个 A Z 疫苗哇哦的掉啦。啊，不过呢，这个人啊，佮讲要来引进这个中国的疫苗，啊，不过到最后，因家己煞拢来抢来买注着这个 A Z 的这个，伊用特权来注这个 A Z 的疫苗啦，所以这个人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无体啦。煞来了后，江启臣啊，这国民党主席做好算啊，伊个上花篮吼，啊来批评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结果变做个苏贞昌娱乐啦。
哦啊、所以也是很逗趣啦、哦、这些猪队友、哦、真的是他跟这个我们的猪朋友一样啦、哦、所以江启臣最应该说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哦、这个国民党、哦、这个自律慎言啦、哦、我是看到这句话我刚才笑出来就对啦、哦、自律慎言、哦啊、所以他们如果是自律不言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哦、不怪他的按这个中国、哦去吼，即个共产党吼拍来台湾呐，我是希望讲吼，咱台湾吼更加一个关东西吼，啊，让伊东西加即个中国共产党吼来你侬我侬个对啊啦吼，这是非常非常吼，我非常唔忙的一件代志吼，啊，因为即个时间的关系，咱先进一下广告，咱等一下还阁等啊。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九七点五，快乐混家男九二点三，快乐大台中八九点五，快乐大台北八九点三，快乐华东九八点三，快乐配鹅九六点七，快乐红虾九一点三，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边阁会反光呢。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我知啦，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好可爱哦！这是我刚出生的女儿，谢谢老婆生出一个健健康康的乖宝宝。在宝宝背后，除了辛苦的准爸妈，还有政府替孕妇撑腰。怀孕期间，国民健康署补助每位准妈妈14次产前检查，一起守护母婴健康。只要注意均衡营养及控制孕期体重，记得定期产检，就能让宝宝健健康康的出生。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并使用烟品健康福利捐。沾边时事，掌握社会脉动，请听你的声音。最用心的电台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道、全国性议题、地方性议题、社会关怀等，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因为我们听众听到底呢，快乐联播网。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我是今天的台班主持人李宗林，我是建昌。我们两个今天的台班、啊、真的是越说越受气、哦、首先、啊、我要再来讲一个人吼，就是嘛，不是人啦、啊、吼，这个政党啊，个国民党吼，非常非常的含吼。譬如讲吼，因咧讲应该是自律慎言，但是咱来看讲因咧做的是虾米款的代志啦吼。简单来讲吼，外靠上的这个五红虾吼，就是国际上来的吼，伊个讲吼，那是这个疫苗的乞丐吼，伊主要讲那是乞丐对啦。啊来刷落来，咱吼向外靠买这个疫苗吼，咱用买疫苗哦，伊个讲。不公开价格，吼、哦，你这是黑箱啦，吼、哦，咱家己做诶，吼、哦，咱家己台湾家己要做诶，吼、哦，伊个讲啊，这是贪污啊，图利，吼、哦，即个无啊，吼，规个拢套伫咱台湾人诶头壳顶，诶，借问者，外口买也袂使，外口送入来也袂使，咱内底阁要家己做诶也袂使，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互你伊到底是要安怎？伊哦，系啊，伊毋是听讲前几工。吼、哦，拢走去即个地检署个提告，真正有够夸张个呢。伊其实吼、哦、有一个物件吼，若是经过即个字吼、哦，还是只两字吼，伊个拢会同意啦。迄、那个物件就是中国嘛。伊若所有吼、哦、经过中国个吼，譬如讲啊 ，BNT 应该会使。但是我咧讲个毋是 BNT 即间厂商吼无好，即 BNT 即间厂商非常个想要互台湾。啊，即、这个有风险，但是因为去予中国吼、哦、来甲咱乱吼，所以伊咱台湾要直接甲 BNT 的洽购的时阵，个碰到两件代志，就是一开始本地吼、哦、
在这个年底还有年初的时候就要签约啊，去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要签约啊，结果要签约进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BNT说你这个我国政府我国可能要杀掉，好，我们就从善如流把我国杀掉、啊、你也知道说什么人如果是台湾说自己是一个国家，全世界有一个地方也不爽，中国嘛，所以我们就把我国政府杀掉，刷下来之后就变成什么会变成台湾、啊、台湾也不行啊、哦、台湾也不行， BNT 后来就没有下文没有下落了，结果这次我们跟这个、台积电吼、哦，加这个鸿海去签掉这个约吼、哦，一定关系是这个台湾地方政府的款，还是什么款？反正就是一个台湾地区啦吼，佮、哦、唔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全世界当有一个所在吼，就该台湾矮化成一个地区，就是中国嘛。所以安尼的情形之下，其实国民党拢咧有意的去帮中国，吼、哦，来帮助中国这个喊话啦，吼、哦。啊，伫最近吼嘛、哦、发生几件事件，啊，我认为迄拢是一个过去吼、哦，中国国民党留落来即个恶习，吼、哦，诶，即个威权的即个遗绪，吼、哦，就是讲最近的俄文呐、啊，吼、哦，开始要比赛啊，吼、哦，第一个我上无欢喜的代志就是。较早吼，我细汉的时阵，这个国族的意识还佫无足清的时阵，我拢会啊，中华队加油，中华队加油！大汉了哇，什么是中华队啊？完全无法度理解。中华队 Chinese Taipei， 吼、哦、，Chinese Taipei 有中国台北吗？哎、嗯，外国人看到讲啊，这个物件中国台北，我细汉拢讲佮底下中华队加油。哦、所以今麦我若看到迄顶款写 Chinese Taipei， 我讲感觉足受气的，但是佫无可奈何吼，嘛、哦、是带咱勉强吼啊，看咱家的即个台湾人穿 Chinese Taipei 的衫啊去比赛，啊，即个即个就是戴志颖，因为因坐即个经济舱吼，佮、哦、出代志啊嘛，因为本地吼、哦、承诺讲啊要去即个互因坐商务舱啊，但是按后边吼、哦、陆续出土的，即个公文看开，就是讲其实吼、哦，咱的政府有要求吼、哦，要求即、这个啊即、这个政体育单位吼。哦爱好这些选手来坐商务舱，所以建昌，你感觉这些问题出在哪位啊？其实吼，伊足够正经，这些体协也好啊，是讲这些体育的这个制度的部分吼，其实一直都让大家觉得说，欸，里面有问题。嗯，大家应该都还有记得啦吼，就是在2016年啊、2018年啊，我们台湾在参加这一个所谓的亚运，仁川亚运啊吼。也是讲去印尼来参加这个相关的比喻的体育赛事的部分，是拢来去拄到一挂，哎、欸，大家拢讲拄到这个代志实在有小寡含吼。第一就是讲，哎、欸，2015年的时阵吼，就发生过这个撑杆跳选手，这个叶耀文，吼、哦，没有杆子可以跳这一个撑杆跳的一个情形。再来呢，2016年这个里约奥运啊，谢淑薇哈、哦，也就是我们的台湾球后谢淑薇哈、哦，因为不配，就是网球协会他们不配给这一个私人教练随行，所以他们也就是被迫的说要去退赛，因为其实过去这一个体育选手，他们都会希望说这一个私人的教练，他不只要来关照这一个战术上面的一个配置也好，他也要关照这一些选手的身心灵的一个状态。是，对，所以他就必须说，哎、欸，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随行教练来陪同，因靠发抖来进行来进行比一个比赛。嗯，嘿，啊，再来呢，这道不是发生到这个戴资颖的这个事件吗？啊、嘿，戴资颖其实近景伊嘛发生过，大家个会记袂？伊同款伫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的时阵吼。去拄到讲，哎，羽球协会提供赞助舱的球鞋，要求讲伊爱伫即个奥运的时阵来穿这双鞋啊来拍球。嘿，啊，不过呢，伊是安那会无穿即个鞋啊来去拍这场球，就是因为伊本身脚都有即个大细脚的即个状况、哦、问题，所以有一特制的鞋啊嘛。
对对对，伊就是后边吼，伊阁请人来特制伊家己合脚的一个鞋子，他来取得到这个好的成绩安尼。嘿，啊，阁再来咧，这个2017年吼，咱阁有一个游泳选手，号叫丁胜佑。吼，啊，因为伊嘛这个种泳鞋啦吼，伊怀疑这个泳鞋黑箱啊，吼的状况，啊来提出到这个。四大运的选手的这个名单就对了，就是泳鞋有黑箱的问题，所以在竞价这个选手的时候，还是说这个要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有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政府吗？没好好照顾这个运动员吗？其实不是啦，因为要照顾运动员，还有去帮忙这处理这行政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权利是放在这个协会顶管啦，啊，协会吼，咱这个网络顶管的这个少年家吼，也是讲咱的少年人可以加往协会的协改成邪恶的邪啊，就是讲阿英非常的渴望的这个艺术啦吼，啊，万年不变吼，就是拢无法度去处理这个协会，那是因为吼，咱必须要甲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讲协会伊是人民团体，伊唔是政府单位。吼，伊唔是政府管，伊唔是政府管的，迄个敢若讲咱台湾基金党吼，咱是家己一个党。啊你，你袂当甲我，你袂当甲你政府袂当甲手伸来我党来讲，你这人爱换，啊是讲啊，你这经费爱安那开啊，拢爱我政府属意吼。啊，这件代志就是讲造成讲体育要改革，个非常非常的困难啦吼。啊，咱爱追本溯源，讲是安那吼。吼，譬如讲啊，无协会，这个协会袂使，咱是不是另外成立一个协会，咱个有法度来处理这件代志。吼，换一个协会，吼，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吼，有没有？其实很困难啦。还是因为讲吼，譬如讲咱这个要参加的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奥运吼。奥运以来这个规定啊，国际奥会规定讲吼，一个国家里面只能有。啊，这个比如说我今天要打这个排球，因为我本身打排球的吼，啊，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吼的一个项目，只能有一个协会进去跟国际的这个奥会来对口，好，譬如说啊，国际的奥会它就是承认这个台湾的这个排协，那只有排协能够跟国际奥会沟通，那当然权力就全部都在排协上面，是，那排协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岛内哈，还必须经过两个认证，第一个是这个台湾的中华奥会，因为我做特亚公中华奥会，所以我必须做老口去讲台湾的中华奥会。啊，刷了来，伊底过来是中华奥会要承认哈台湾的这个排协，那另外就是国际的这种排球总会，他就必须也要承认哈排协，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旧的这个排协炸掉，吼，我今天我李总领，吼，我冲着一个新的排协，有可能有两个状况。第一，你中华奥会没有炸掉的话，中华奥会当然不会承认你这个李总领所创的这个新的排协，是，哦，所以你家里我诶，我所创造的这个排协诶球员呐，有可能无法度出去比赛。好，刷来了后，第二关是虾米会？今仔日我若真正甲台湾的中华协会、中华奥会诶，这个关系足好，伊心里我这个新设立的这个协会，结果我去国际的时阵，国际的这个排协总会，吼，无成立我李总领诶，这个新的单位的时阵，伊去甲旧的这个单位，哦，接触，哦，交涉，个逼着讲，我的球员啊，无法度比国际的比赛，是，所以。你要改造这个体育改革的时阵，你无法度吼创造一个新的物件来给它取代掉，这个是改造吼非常非常困难的所在。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卖想讲哈啊，现在政府无法度吼直接搞这个啊协会啦吼，啊是讲这个中华奥会这人换掉有诶无诶吼，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因是人民的团体，然后他们是。长期以来按中国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吼，可能按小蒋因迄个时阵参加洛桑协议了后，参加这个奥运会开始一路传承下来的这个系统，所以你也当知影讲，这内底的作者组织的系统拢是哪的人？
吼、哦，可能定伫内底。你要甲处理是非常非常的歹处理，而且爱经过人民团体法的处理。嗯、啊，人民团体法敢那虾米货？佮敢那咱咧选举嘛？今仔日我想要入去，我佮爱想办法，我要改造，我爱杀掉内底权利，吼、哦，我来加入排血啊，我想要改造这个排血的风气，那我可能就必须要拿到权力，我必须要去选理事长，吼、哦，啊是讲选伊迄个协会的会长，吼、哦，类似这样，那就民主机制嘛。那民主机制是什么？你需要人头，对，来投票。那这个协会呐、啊，譬如讲，吼、哦，有这个十个人好啊，我可能爱杀掉五六票，我靠，我都动算啦。但是这个篮协啊好，还是棒协啊好，还是排球协啊好，登记以来，拢足侪，咱头我讲的哪个人头伫来底啦？是。所以你要讲换掉的时候，你要号召非常多的民众进去。差不多是伫，我记得是2018年的时阵吼，迄当时有即个体育改革的风气嘛，16年的款吼，有体育改革的风气啊，排球吼，咱排球的即个国手有一个叫做黄培明的，伊是咱台湾队的即个光头神举啊，吼，伊是去欧洲吼打球，欧洲的这个排球联盟打球第一人，如果号召吼咱家的即个排球爱好者加入排协。来改革，好，我个公公啊吼去交钱啊吼去交这个，敢那是1000块诶，这个入会费啊500块年费，1500块，我想讲、嗯，好，尽一份心力啊，我来算一票嘛，这个人头个底啊，所以来了后，伊安尼号召落去了，可能有1000多个1-2000人，就是进到排线里面，哦啊，这个特懂啊，1-2000人入去，哦你。黄培敏，你安尼可能够发多杀掉1-2000票，所以你要做一个理事，还是要伫这个排泄有这个发生的权利，应该是有可能的吼。结果迄东西个爆出一个新闻呐、啊，爆出一个新闻是虾米货？就是因个浙江虾米货，因去开记者会吼，啊出来讲一个物件，就是有29个人，他缴了3500多个人的这个会费，哇！因去调监视器，因去调这个排血、这个进出的这个记录，所以因发现讲，嘿，29个人交3500几个人的会员的这个会费，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吼，这3500个拢是人头？嗯，所以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这个协会它可能会有人头会员的问题。是，但是你人头会员的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组织内底家己处理。你每当叫政府讲啊，这个你这个政府，他这个我跟你说哦，那我们这个协会有人头会员，你赶快帮我处理，不行，你要在协会里面自己处理。所以这件代志了后，个不了了之，然后在排血的这个改革的路上就失败了。哇！所以其实这改革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你看我钱到了啊，结果淡了水，吼、哦、钱1500，我起码嘛是拢做运气的吼。哦但是，你想要做安尼改革的时阵，第一你人头爱比人比较济啦。其实你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人头爱较济以外，就是裤头，不是柯文哲迄个裤头爱足宽哦，是你的落地啊爱足深啦。是，你想嘛，我讲我交1500块，是，伊有3000几个人头，意思是虾米货？伊为着这个排血的这个组织。吼、哦，伊要胜选，协会理事长要胜选，是，伊可能吼投入几百万的钱，哦，为着好加这个人头入去，因为要叫钱嘛，3000多个人，所以大概是500多万。所以其实你要当一个这个协会的这个理事长也不是那么容易呢。你除了找人以外，你还要找钱呢。是，那是讲咱卖找人头的话，譬如讲今仔日你更穷，哦，更穷无小心，真正。做到你可能爱拍篮球，咱假设吼，你做到篮球协会这个理事长，更像你出国比赛爱钱无？爱嘛，你伫国内比赛嘛爱钱嘛？对啊，比赛爱练习爱大爱器具，吼，这些物件通通都是钱。所以那是啊，唔是一个有社会会影响咱的人，吼，去接这个位的时阵，某一个程度嘛接袂起来，所以。你除了吼，伫咱民主的社会，也是讲伫咱台湾基进党嘛，同款吼，就是讲咱要吼有这个
这个好的这个民意基础，还是讲伫一个团体组织内底有一个基础，你要选班长嘛是同款啊，你爱人缘好的啊，吼、哦、啊你可能吼、哦、你嘛爱吼，譬如讲请人有诶无诶这样物件，所以你慢慢啊将人扛入去迄个东西，你嘛爱厚植自己的实力。哦，唔是想大家想遐尼啊简单啦，所以我是咧想讲哦，咱建议只所有对即个体育改革吼、哦、有兴趣的朋友吼，恁会当经济协会吼，比、哦嗯、比如讲我对排球兴趣嘛，我去看讲啊，因内底生态是安那，所以我唔好知影讲，我咧关注这代志，就发哦，人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东西。那、啊、第二个就是说，你内底的内规吼，我组织的内规。是人民团体法保护，我需要在组织里面自己处理，嗯、我不可能叫政府搞我处理。还有刚才咱台湾基进党吼，内底有一挂纷争啊，是啥？当然是党内自己的事情啦、啊。我不可能说，哎、欸，蔡英文吼，你来帮我处理，我跟这个陈义起主席吵架吼，我李总跟朱雪吵完架啦吼，还是朱雪和我记得待遇不好，嗯，蔡英文你来帮我处理，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啦。所以伫安尼个状况之下，我是建议大家，你入去看卖，你就会知影问题伫倒位。我等下来甲大家讲，其实还佫有其他个一个解套个办法吼。咱歇睏者，咱等者，进者讲个，等者还佫倒来。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哎，你丢别报告。出头家车主游，今嘛做公益出租人，就有三大节税优惠哦。第一，每一间厝每个月上管15,000元的免税额度；第二，房屋税税率降到1.2%；第三，地价税税率只要1/1000。赶紧加入公益出租人，做伙用好厝，做好事。请上网搜寻公益出租人专区。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和内政部营建署提供。沾边时事，掌握社会脉动，请听你的声音。最用心的电台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道、全国性议题、地方性议题、社会关怀等，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因为我们听众听到底呢，快乐联播网。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伫个遮有一个解好的方法，要甲恁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咱若要分进前，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债主，祖先，咱的心内会搁较平静，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李宗霖。我也是代班主持人黄建昌。所以建昌，你看是不是我们这样说了之后事情就会较清楚了，其实不是体育改革，我们说画画画政府就有办法做的啦。是、啊、你觉得政府到底能做什么？政府台当做啥？政府是安尼啦，吼、嗯，就是讲，即协会吼、哦，要出国比赛的时阵，当然会来申请一寡补助啦，吼、哦，譬如讲，伊要出去奥运呐、啊，要比奥运有诶无，还是讲陶器的先期训练，他们可以来申请补助。嗯，啊，政府会当做一个是，将咱人民的税金变一个补助给因，但是即补助免哪用，通常是应该得决定的啦。是哦、所以包括在这些出赛选手、出赛人员，其实那个都是这些协会，因为因是人民团体，所以因家己决定家己做。还有刚刚讲，吼、哦，咱是一间这个公司，好不好？啊，公司去申请补助，吼、嗯，啊，申请补助回来，咱家自行运用啊。嗯、啊，协会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咱不可能无好选手去比赛，嗯，所以咱一定要提供补助给因。是但是补助会有备用无备用，
这个爱看因家己啊。是，但是有几个较好的方法吼，譬如讲现准时是民进党执政啊，民进党有一寡对这个体育较优先的这个人吼，譬如讲有一寡人伊可能会拍篮球啊，还是讲拍这个棒球啊、踢卡球啊，伊个会投入这个领域，然后去努力嘛吼。啊，其实民进党有一个非常，我感觉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吼，就是咱的这个吼，咱的台独的这个前辈吼，邱毅仁先生呐、啊、吼，我是对于这个邱毅仁前辈真欣赏，因为伊嘛是咱这个我台南一中的这个学长吼、okay. 啊，伊除了是台日关系协会诶这个理事长以外，伊阿哥是吼这个足协。哦，就是卡球协会很准时的这个理事长个对啊，系，啊伊个就简单，因为伊长期以来有咧关心这个协会，所以伊伫协会内底有熟悉人嘛。嗯哼，啊民进党执政了后，伊啊个咧踢卡球，啊协会个问讲啊，你有兴趣来这个斗三江遮个这个公共事务嘛？卡球协会遮个公共事务，啊邱毅仁讲好啊，啊无来试看嘛耶、结果。邱毅仁可能人会嘛袂歹嘛，啊个加加即个会员可能选计选算的了哦，啊伊嘛是选战的专家啊，伊在内行咧，伊帮阿扁啊总统选掉总统的人，选一个足球协会来讲哦，对伊可能无介困难呐，但是伊讲哦，比想象中的困难，所以你个怎样讲要做即个改革的时阵，无咱想的遐尼啊简单啦。是啊，邱毅仁动算了后，伊伫足球协会内底吼。哇，换了11个理事，就、简单啊！迄个敢那民进党执政，伊个将一寡过去国民党的人换落来，换上咱即个较本土派的人嘛，无可能好在即个中国人继续做咱台湾人的官嘛。是，哦、所以邱毅仁个安尼起立了后，伊个开始吼换上家己的理事，来做改革，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你必须安那，你必须要找到咱本土派定对体育有兴趣。啊，阁有实力的人入去，邱毅仁入去的时阵，伊其实嘛付出真侪。我记一个例啦，迄当时的国脚，因咧训练的时阵，我记起因一工的薪水是400块。哦，400块。400块非常的低啦。你若大学即、這个，譬如讲，阮较早十当前出去家教的时阵吼，400块是一点钟诶，即个时间俩。但是你咱只国脚。哦，开这么侪时间咧训练，结果一工到700块，邱毅仁自掏腰包啊！我想应该嘛是有去外口找一挂资源啦，吼、从400变做1000块，哦，其实嘛，他打给600尔，啊，已经加一倍。你以安尼算开来讲，一个国脚一个月薪水30000块啦，啊，无济吧？但是问题是，我感觉那是一个尊严的问题，就是邱毅仁从400变1000，上无给伊3000块嘛，是好吧？上无给伊一个月30000嘛，是。那是一个我感觉最基本的这个待遇礼遇啦，嘿，真的就是一个基础的这个待遇尔尔，这是一个方法啦。是，所以你看要改革一个协会的时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呀。第一，天时地利人和，吼。啊、除了大家有这个决心入去改革以外吼，咱搁爱知影讲，其实做在协会内底，拢阿哥是哪样的人咧把持诶？是，你感觉有啥物款诶协会内底拢哪样的人？哦，讲到这个真趣味吼，正经较早正经有听到这个连胜文吼，伊竟然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霹雳舞协会的理事，连胜文跳霹雳舞，是我阁真正有看到电视顶端有咧报伊真正落去跳霹雳舞，吼啊这就真正讲应该是有咧跳淡薄啦吼，嘿，啊不过有发展无，这可能爱阁潜入来，伊个比咱想的阁较能 Q 啦，是，所以咱嘛加灵活吼，蛮看人袂起安尼。嘿，啊，佫再来咧，哦，一个足趣味的，就是这个国民党啊，因伫这个街舞协会、街舞运动的这个部分吼，嘛担任很多个理事长的对啊。譬如讲前立委沈智慧吼，伊就是中华民国街舞运动协会的理事长。啊哈，好 ，OK， 啊，佮有这个立委洪孟楷吼，正经去用去妈宝迄个啦吼，是，伊今年嘛是这个新北市。
好、哦，这个街舞委员呢，这个首任主委第一任的呢，所以因国民党最爱跳舞的对啊，对啊，哦，啊，够一个，这个咱的台北市的这个救世主啦、啊、被称为救世主的蒋万安吼，那是哪样的救世主？哦，对啊，无关呢，对。那个蓝营救世主蒋万安吼，这个北市街舞运动会这个协会的理事长，一竟然嘛他不得卡呢吼，真正是有够厉害。因这真出名呢，因这街舞协会，国民党拢对这街舞敢那情有独钟个的啊，无其他的项目吗？有啊，啊，阁有一个就是进前吼，这个黄昭顺你个会记吧？是。嘿啊，我们本想讲，迄、那个台山县的代志过了足久，伊惊大家袂记，伊阁走出来这特权打 AZ 的代志，对，吼、哦，又阁叫我们逼出来，嘿，就没连任也就算了啦，吼，啊卸任之后还被人家挖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只能说这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吼、哦，伊咧黄昭顺，伊本身吼，伊竟然阁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自由车协会的理事长。自由车就是咱卡达这个替代的车嘛吼，是。所以哦，你看，其实吼，即个这个国民党吼，因占足侪，即个这个协会理事长吼，咱嘛拢感觉做吼不可思议的。但是因迄是有历史的哦，譬如讲吼，你敢知影彭孟启这个人？知啊，彭孟启高雄屠夫嘛，开玩笑，228人多少是他杀的？是啊 ，UD 是咱即马录音的所在高雄啦。彭孟启是安高雄，安尼一路台安爱河火车头，拢有一台人的这个痕迹吼。听讲迄个时阵吼、嗯，真正爱河变作红的个对啦。是，但是彭孟启嘛，可能真爱运动哦。嗯，伊是这个羽球协会，哎呦，羽球协会的第一会的这个第一届这个会长个对啦。所以其实咱会当知影讲吼，可能啦吼，因为这我无详细去查，有可能就是讲过去只国民党的人，因来做这人嘛。是。啊，因来这人的时阵，因吸取过去的这些经验，因为因在中国失败嘛，就是讲啊，因这农民组织啊，这工会组织啊，吼，全部拢去共产党吼用人头啊，安尼聚集人吼，硬去。所以因来台湾的时阵，因对农会啦、工会啦，这控制拢比伫中国的时阵佫较好。哦，啊，是毋是？这个协会的部分，嘛是因有想到讲会当利用这个方式。好、哦，所以协会，好、哦，譬如讲这个棒球的这个协会内底，嘛有甚物会，就是蒋孝严啦，吼，啊，因进前的这个顾炎卓，因嘛拢甲棒球协会吼有关系啦，是，所以啊，蒋孝严就是这个第一届这个棒球协会的理事长，哦、啊，你看伊甲彭孟启，吼，拢是同款的吼，所以因这个人是毋是从安过去做早期的时阵来台湾了，佮控制这个这个协会啦。我的药是安尼啦，吼、嗯，因为我这个物件我无做认真去查，只是我今仔日想到这个物件。是啊，咱呢这个吼，真正是拢充满了这个党国的痕迹哦，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啊，今仔发生这个风波吼，讲实在的，咱真正是为这个乡人为国吼，才发现讲今仔咱确实是真正是咧乡人为国民党。哎呀、啊，对啊，系啊，咱拢咧论人啦。是。对啊。啊，因其实吼，你讲国民党嘛唔对，因其实是中国国民党。哦，对，嗯、中国的，啊，你是无要改名咧？是啊，啊，咱要看到迄个徽章吼，中国国民党的迄、那个，因讲是即个党徽啦。啊，但是其实咱的国徽甲党徽傻傻分不清楚啦。啊，包括现在即个协会，我记得吼，做者协会内底嘛拢是有即个党徽存在的。是啊，你若是讲吼，单单来看咱国际赛事咧用的即、這个。旗帜吼，会旗的部分，顶管伊的主视觉都是只新一个国民党的迄个日轮有无？对啊，嘿，啊下底还过来接这个奥运的五环的这个视觉，嘿，啊，搁再来咧，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吼，这个会徽也是一样，它是大家比出七吼，啊，这两个把它倒过来，它中间也是这一个国民党的这一个日轮的形象啊吼，啊搁再来你来个看到讲吼。包括了这个篮球也好，还是讲达到你讲的排球协会的部分，还是讲跆拳道哦，咱这个夺牌热门项目嘛吼，因家的协会拢是用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日轮的形象来做伫个因的会徽顶冠，甲进拢无改，系啊，
所以你看，讲譬如讲你头挂讲的篮球协会、排球协会啦，吼，那卖讲协会啦，警察顶管嘛是啦，是，吼，所以咱在这个国家的系统的这个啊，咱动作嘿是咱国家的象征，吼，诶，这个图腾，其实是党国的象征呐。我做想要把这个物件杀掉的吼，就是讲非常非常的无好杀啦，因为譬如讲吼，我一挂朋友会感觉讲。像出国、哦、拿着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就觉得代表了台湾、哦啊、譬如讲，伊去爬山时，伊无啥殖民旗啊，伊唔知影要啥啥呢。后来我有一个足好的建议给伊啊，你当杀台湾独立的旗啊，嗯，系啊，是不是安尼？安尼个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方式嘛。是、哦、所以这个物件要甲提掉的时阵、哦、我认为吼、哦，搁爱一段期间，但是我想要拜托大家吼、哦，在这个奥运的这个期间吼、哦，第一啦吼、哦，咱讲台湾队加油，麦哥讲什么中华队加油啦。我看到迄个 Chinese Taipei 的时阵，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倒单啦，中国台北。嗯哎呀、啊，阿里公中国台北，哎、欸，起掉是柯文哲，好像蛮搭的、欸，可是又觉得哦，实在是很讨厌，因为真的中国台北跟柯文哲都没有办法代表台湾，是，所以咱要做的代志是非常非常浩大的工程、啊、最后我必须要甲大家讲说，那是听众朋友甲咱同款是一个一、這个台湾独立的一个政治啊，莫讲工作者啦，吼，推广者啊，是实践者，咱其实。就是爱想要改变一个协会同款，咱来凝聚更加侪边遐的人的认同，啊来讲台湾独立这件代志，渐渐的汇聚成越来越大的一个势力了后，咱个有法度伫投票顶管并过，迄个甲蔡小英吼，伊杀800多万票动算同款，但是因为伊动算的方式是讲中华民国台湾、嗯，但是那是有一天。咱用台湾独立的方式动算的时阵，迄个表示讲台湾独立是所有人的共识啦。所以要改革的话，大家人会当加入台湾基金吼。最后这部到这吼，和我一个偷偷的行销一下，欢迎加入台湾基金，一起来做台湾独立的运动哈。感谢大家。